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我们今天来玩的是 LB， 但是我们今天来玩的是日版啦。那日版呢，最近出了我蛮感兴趣的角色，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那个年轻版本的老爹雷根呢。那就不用多说了，就直接来抽了。那第一个十抽，这个第一个十抽，也就是这个 step one 呢，它是全部都是彩啦，或者是会触红啦，有机会会触红啦，拜托啊，必彩啦，呵呵，拜托拜托，转个红转个红转个红。哦，停了耶，哦，这只我没有，呵呵，这只是万圣节的吧？哦，这个我也没有，呵呵，好，看来是没有，虽然是全彩啦。那第二十抽，也就是 step 二，拜托，啊，鱼彩，呵呵。可恶啊，好像有点难抽啊。哦，第二个 step 有送一个超性魔古力，虽然就50%。那第三个十抽 step 三，这个是必中那个红色了，但是不一定会中角色了。可是拜托，我要中角色啊！哦，第一个吧，啊，歪了，啊。歪了啊，还中了一个，还中了一个普通的 Vision Gun， 拜托转一下转一下，哦，转了，再来啊，没有啊，好，第四个石头，拜托 step 四了。其实越靠近尾的 step 呢，就越难抽到啊，宝石哦，转财了，再来哦，有诶有诶有诶，拜托拜托 ，yes yes yes yes， 啊，还好有中，哎，还中了他的卡诶，哇，赚，这个是他的卡，专属卡吗？不是专属卡，就是他的那个卡啦。Yes， 其实我怕抽到尾啦，因为尾越难中了。好啦，感谢你们的收看啦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给我的影片一个赞啦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不错，最新的消息呢，下一部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